援军出击。来把强攻落手，皮孩都没有，哎呦，可怎么整？不过我们强攻前期应该挺猛的 ，A 接 W 强攻触发，再 A 疾跑开起来，闪现，这也不行啊，这也打不过呀。哎呀，坏了，完了！我本以为我们强攻前期能无敌，没想到人家带个点烟把我们给干了。没事，他下边没点烟，他只要秒不了我们就没有关系。哎，瑞文什么皮肤？夜幽瑞文呢？我最喜欢的阵容，夜幽瑞文。可以啊，我还以为他要死了呢。哎，这瑞文杀完我们以后掉线儿了呀，没掉。那他在研究些什么东西啊？拉回来平 A W， 再接 A 接外圈，刮没刮着？哎呀，跑得有点慢啊！哟，这家伙这不行，四个药 ，W 外圈。我们可能要够呛了，对吧？我还没办法买鞋，我还无法用移动速度来碾压他。不是瑞文小戴，是我们有点菜。我们首先得诱起来啊，首先得诱起来，这把我们可以不先出挺进破坏者，我们可以先不假加红宝石，四不假一加红宝石，先诱起来让他打不动就行了。只要他打不动我们，我们就能耗死他。得了，拜拜。这怎么也能死啊，兄弟啊！我操，没凯旋，哎呦，我的天！我出这个，我不跟你搞了。我出这个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哎，我搞这个出来，我出涡轮炼金罐，我跑得快。哎，我来个涡轮炼金罐，我们不假日炎。王座我不感兴趣，砍
碎它才让我兴奋。外圈刮，拉回来 A 接 W 溜。哎呦呦，这不太行啊！没技能了，先等一等。看来我外圈刮只能拉回来的时候才外圈刮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就是这么幼，随便你来秀。问你幼不幼？我们这个英雄属于特殊，他出幼都是可以的，都是狠的，你知道吧？把小兵烫死了，跑回家了。这部件还出不出来怎么办呢？部件还出不出来，我小反甲能出来呀？我再出一个部件，我114，涡轮炼金罐，我等一等，我不出这魔抗没有用打的。我小反甲，我们一点攻速也没有，这把还没点欢心，还是点的那什么玩意儿血统，你知道吧？还点的血统。哎呀，我天！他有皮孩了，我们先插个眼。对面是个阿木木，震回来，外圈刮 ，A 接 W 溜。外圈刮让你跳，走，帮螳螂去，哎，可以，拉回来，外圈刮，疾跑 A 接 W 溜，平 A 一个 P 接个 A， 拜拜，我也不跟你最后再 P。我就直接五成血怒，流血流死他。皮孩什么时候给我？我请问一下，什么时候给皮孩？来帮我啦！回家炼金罐了，皮孩也有了，无敌了。拉回来 ，A 加 W 溜，平 A 外圈 Q， 再 A， 再 A 闪现走，死不了，没事啊。没流血流死你。外圈刮，哎呦我操，这个刮没刮到，我没想到啊。震回来，外圈刮。小伙子，你不知道有一件东西叫做 EQ 必中吗？要不还是日炎，日炎。日炎没用啊，我们这减速抗性啊，获得5%韧性和减速抗性，这多好啊！然后咱再来个水银之靴，还能追人。No， 就这个。
绿色的光环。这是女人是脑淤血呀。来，我们可以找卢仙一波。我来了，炼金罐 ，A 阶 W 平 A 外圈 Q 拉，靠，啊木木可挺烦人呐，他大完就跑，你给我回来。走呗，不打了，溜了。吃个塔皮，兄弟。这波两个选择：一去上路收兵，二去也去杀阿木木。啊，看见他了，那算了，我们上路收兵。先收波兵，直接疾跑，减速到外圈刮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拉回来，外圈呀！哎呦，这个抠可不应该啊，这个抠可不应该，这抠抠的可太迟了。别急啊，我们先厕所走一遭。这波其实是能杀他，别着急呀，拉回来先跑呀，这人外圈，哎呀没刮出来，我操，哎呀可太干巴了，哎呀可太干巴了，真干巴呀。据我所知，他这里应该是有眼儿，啊，他这里应该是有眼儿。哎，我现在魔抗还没有护甲高吗？团吧，是时候应该团了，兄弟，该团了。哎，给我来一波，咱俩上路把那瑞文杀了，省得他在这装杯。震回来 ，A 接 W 接外圈刮，兄弟，你这是干哈呢？咱能不能中一个技能？我操，你一个技能就中都中不了吗？玩呢？先来个小反甲啊！真让人难受啊！人家六杠二，那六杠二妨碍他技能中不了吗？那皇上犯法怎么的？还不说两句了？那怎么的？他六杠二就能弥补他技能放错的过失了吗？你六杠二只会平 A 有个屁用！
哎，这卢仙可以杀啊！涡轮炼金罐拽回来。你这个莫格拉怎么回事？假装走啊！给日女开个视野。好意 W 外圈刮拉回来，哎呀呀呀，这不对啊，这拉的有点慢了，有点瑕疵了，先走吧兄弟们，溜了溜了，这个位置怎么感觉有点危险，我先跳弹下去，别着急啊，一个屁没凯旋，哎呦玩个屁，我这么高魔抗，这辅助能把我杀了，这辅助装备不错呀，反甲出出来了，炼金罐出出来了，再来个振奋呢，来个蟹手吧，再来个蟹手，再出个振奋，这把就出右吧，没办法，要是有必要我连死亡也要推翻，蟹手振奋自言自立，哎，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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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蟹手振奋不振奋，蟹手自言自立加板甲啊，这个样子跑得快，这红我就不拿了，我也不配拿。哎，炼金罐走过来 ，W 外圈刮，哇！真脆呀！咋这么脆呢？一点也不够肉啊！你看我整错个天赋吧，就在那跟我说我菜，兄弟，咱真是没意思，说实话，咱真是没意思。看来我下把得再给你来把落手了。那空扣那还不是很正常，怎么能扣必中呢？你玩你也空，哎，好意，一个算了，可以推中兄弟们，还蹬回来，为什么火蓝？来一个 A 阶拉回来，外圈刮800块，我3秒有意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防御塔打我？啊！螳螂，上，兄弟，上，溜了，没了。天哪！别急啊，在这等着，看卡莎追不追。
塔莎不追就算了，哎，算了，我正好也溜了。反甲，哦对，想起来了，我有反甲。因为我都说这个新版本玩又玩的不多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忘了我的反甲能反声了。这记忆力是不行的，这记忆力呀、啊，老了。1125，他们不能打龙，没事儿。这上哪敢打龙去，净扯淡。我卸手了，我卸手了，我卸手了，兄弟们。哎，我炼金罐怎么吸地了呢？谁给我摁了？谁？哎呦我操！别让我逮着你啊，小伙子！这着什么急呀？这小炮都没在呢。先扫一下啊，看有没有眼儿来。这也能扣着我？哎，不会吧？这干嘛？我可是很幼的，我跟你说，虽然我天赋不对，但我装备还行，三件装备也不是你能为所欲为的。小炮别带了呀，你老带什么线儿呢？你说那都打团了，带的，那带这么半天补他妈的90几个兵，还没补到100呢。净瞅他搁那带线了，100个兵都没补到，还补呢？哎呦，这波行啊，大龙！哎，阿木木可以杀，到位了，兄弟们，涡轮炼金罐。疾跑，看见闪现拉，外圈光，算了，不上。我经过闪现拉，让那莫甘娜没反应过来，反应的还挺快。大龙吧，反正我们双招也不太值钱，无所谓。别指他了，你俩都秒不了他，指他干嘛？你说，不管他们俩，精神病似的。我们打的应该会很快，应该是拿下。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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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完快走走。兄弟们怎么办？我有跳弹，快走快走快走，谁不走谁傻。我蛤蟆都不给你们，出右装，哎，这把就出右了。外圈刮炼金罐吓唬吓唬他们就算了，下路推来吧，下路推瞪你，
完了，让他落死了，真虎啊！这小老弟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波让对面来勾引一波，好吧？先破他个罩 ，W 外圈光，平 A 外圈光。光了，这火蓝的伤害不够啊！我寻思我勾引他们一波，让火蓝在草丛里边直接给他们打一波 AOE， 把对面直接团灭了。那他 AOE 不是特别的狠，两级反转，你别跟人打了，人家是 ADC， 旁边还有个阿木木，你能把他杀了？别送了哥啊，别送了哥。停下吧，我们打了完大龙 buff， 让对面团灭了居然，我没想到啊。看看后期能不能打得过对面啊？后期应该也还可以。等一等，等莫甘娜过来。先别急啊，直接疾跑一开拉回来，平 A W 接外圈刮，先跑一走 ，W 外圈刮平 A， 再 A 炼金罐拉回来。哎呦我操，这个人怎么总有莫甘娜的盾呢？我的天！零换五啊，妈呀，零换五兄弟们可是有点难了，我发现。那莫甘娜学坏了呀，那盾就给那瑞文往上安了。我想想我们杀谁会比较有用呢，现在其实扛都有点扛不住，对面虚区点有点多，两个虚区点你知道吗？加上莫甘娜，莫甘娜25成熟，猫着沙漏加蓝林汉的苦楚，也是伤害比较高的。不行，俺们下一波杀这个莫甘娜。对，下波杀他，虽然他有沙漏，但是下波也杀他，蹲他点，先把他给劈了。下波杀莫甘娜。有个兄弟说对面这个阵容落手不好发挥，我跟你说不是不好发挥，是首先我们的这个天赋是错的，我线上没有打出足够的优势，以导致我们的装备不够好，我们的装备不够好就扛不住，扛不住就打不出血怒，打不出血怒就导致我们发挥不好，知道吗？来，自言自力，关轮炼金罐 ，W 一个劈外圈挂拉回来，闪现走，还行，好杀死了。去战斗吧，去杀！
你看我血都回不上来，还拆呀，顶着拆呀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们守住了啊！我都快神装了，我那都不够肉，你知道不？都扛不住，因为对面的装备也好。来个红宝石吧，白手又全死。就把疾跑一开，哎呀，我都动不了，操了，我都动都动不了。谢谢鲨宇宙的飞机，谢谢鲨宇宙人。